最后一首曲子啊，其实呢，虽然时间过很快，但其实我们总共有已经演奏了七八首曲子。好，孩子接下来不容易啦，因为我们只有半个学习的时间，我们要准备非常非常多的曲子，所以孩子非常非常的棒。好，最后一首曲子呢，我们等一下会邀请在场的家长也会跟着我们一起加入。好，来，我们先最后一位小朋友来，拿起你的，来这边，妈妈你要陪他，妈妈你要打错。 好，OK， 来，我先教哦。来，拿蛋的，你等一下是。哎，对，快一点。可以。敲。敲。敲。OK，可以哈。 小朋友来哦，圣诞铃声，来，前面小朋友也准备好哦。然后家长，我们等一下第三次的时候就换你们也要一起加入哦。OK， 可以。所以现在我们等一下是整个乐团，然后加上前面一堆小朋友，再加上家长，我们要来大乱斗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？没有声音了，家长准备好了吗 ？OK， 来 ，Come on， 来，准备好一。有带双，我要两个。 Thank you.
下。谢谢大家，其实我们的音乐会到此结束。然后呢，最后我想讲几句话。为什么今年每年我们都是在广场上有一个美好的舞台，每一次我们都选择一个很好很好的舞台给孩子们。为什么今年我们要选择一个比较户外，然后可以跟大家互动的舞台？为什么？因为在多年前我们演出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很多的地方我们就会选择像是 SOGO 或是比较户外的广场去跟所有的群众互动。所以呢，即便今天我们的团已经成长到非常非常的大了，但是呢，我希望我们不忘初衷，我们怎么成长的我们就怎么起来。所以还记得多年前我们还在很小的时候，然后呢，甚至那时候我们的基础团还没起来，还没有人，新传团只有五个人的时候，然后呢，大团有大概十几个人的时候，那才成立第二年。那时候我们就在搜狗，然后做一个快闪，然后跟下面的群众玩得很开心，还有小朋友上来指挥。所以呢，今年我想说，既然我们没有那个舞台，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初衷。我们找了好几个小孩，他不是乐团的，但我们可以一起互动。然后家长们也没有做得好好，全部都站着，然后看着我们的孩子，哦，这样子跟着所有的群众互动。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经验很不错，很棒。我们也回到像以前。那我们也期待我们六月是我们乐团成立十周年，所以我们会办得再更盛大一点点。也请大家踊跃的参加，我们明年继续努力，谢谢。再给我们的小朋友更热烈的掌声。